我面前这盆绿萝买回来给它更换了一个大花盆，到现在这些叶片没有出现任何发黄的情况，是怎样做到的呢？先简单的分享一招给大家，只要一看这很容易就学会了。换盆半个月之后可以喂肥了，半个月之内不要喂，一定要切记，因为半个月之内呢它还没有完全的孵盘，没有完全孵盘，在孵盘期呢给它喂肥，很容易出现一个伤根烧苗黄叶的现象的。喂肥的话一般都是喂一些普通肥就可以了。栽种下去到现在给它喂了两次肥，发酵好的芝麻饼肥。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呢一次肥效可以管一个月的时间的，我们相隔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给它补充一次，就是给它在花盆边沿呢做一些小洞，每一个洞放一粒就可以了，比较好的一种养花肥。就算你在夏天给它施肥，就是施用芝麻饼肥，也不会造成肥害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特点。不像其他肥，其他肥你给它用了时间不久，它就会陆陆续续出现黄叶的了。东西结合绿萝型的水溶肥，每10天或者是7天喷洒一次，1:1的比例，太阳下山就是傍晚，太阳下山之后整个起初喷洒均匀就可以了。绿萝型的水溶肥呢可以防黄叶、防卷曲、防倒伏的作用的，我们给它7到10天坚持喷洒1到2次，就是在傍晚喷洒一次，还有早上喷一次也可以，温度高的情况下不要喷洒，就是喷洒个透，把它放到一个完全通风散射光的危机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，反正我这盆栽种下去到现在呢没有出现过任何发黄的情况，我就是使用了这两种肥给它做的简单养护。好了，这期就简简单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